来是有那个原因的，因为我有说过为了大家的那个福利啊，哦，实在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，不用，这样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就是我趁这个机会就是讲一下，就是其实 Yuki 姐是我小时候的偶像，我知道讲这个很不好听，就是除了是我小时候的偶像，也是我小时候的噩梦，大家应该不会讨厌我吧？就是不要看我现在长得好像比较可能阳刚一点，其实我小时候是长得很秀气。过年的时候，过年，然后回家就是家里的三姑六婆，然后他们就会说啊，唱一下那个我是女生啊。开始唱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怎么样，然后说，但他连续点三次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样？我是男生啊，我为什么要唱我是女生？然后就边哭边跳。你好可怜，你为什么还可以继续跳啊？要我就直接跟他说，你不会自己唱啊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一直都在做一些可怕的事情，因为我答应过我会给福利二三楼的，对，然后呢我希望今天我可以勇敢地奔向你们，对，直奔你，不就不乐才不怕你看清我的自尊，像战士一样心泪水当然更伤心，但是我其实要飞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吓一跳，而且导演叫我站这么直，很正吗？我要转身过去一下，因为我怕后面的人觉得，哎呦 ，yes， 真的也有点恐怖。你们想知道有谁来吗？我跟你讲，很可怕。洗澡组的队长 A 啦。陈意涵，陈大发 ，Hello， 你刚才没有戴帽子吗？因为我刚刚发现，刚队长进来额头有点太亮，我就他马上一下去提醒我说，你戴帽子，你戴帽子。我说，队长好贴心。没有什么好担心，还有你。